我今天啊，我也闲得没人干，我说我来这个摩托车这块看看来。男孩子嘛，没有不喜欢摩托车的，我连本都没有啊，我先弄一个来。哥们儿，就这劲儿啊，哪个男孩看了不晕啊？这不是成牌的法力吗？我看皮欧他们老骑，八戒也特喜欢。这杜卡迪真的啊，这颜色、外观、漆面跟这样子，真太像法力了，全是人类工业的结晶啊。哎，你好，小姐姐。你好，我能问问这全是一个型号吗？就这些？不是，这边是 V2，然后这边是 V4。这车为什么摆中间？我看这两边不都差不多吗？因为它是橙色的1199，这个车就是超轻。这车多少钱？130万。别的不说，你风格帅不帅吧？就是骑摩托车这样。兄弟，就车帅是吗？哎，我爸跟我说啊，我什么时候有孩子，我什么时候再骑这东西。说我管不住我的右手，这不是人在前面跑，活儿在后面追吗？咱这太贵了，这不是我的打击范围。哎，这东西你看啊，这有碳纤，这座椅这菱形格加这63号，这是不是跟兰博基尼联名啊？对，兰博基尼联名大魔鬼。兄弟，你看我还是懂点。等，这个八戒有一台，这叫川崎 H2。这个啊，小田有一台。这个是那个，等等，你别说，让我说，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啊？宝马的双R。对，这么着，你给我推荐一我能骑的呗，我新手，但我还怕死的。那您看这辆行吗？黄色的。哎，这确实挺适合我的，你们觉得？